在20年前，有一群人号称可以在空杯子里面变出酒来。那么，我们今天一同探索一下空杯变酒背后的秘密。那个，算。眼睛把小的戴好啊。没关系，有他的事也没关系。我玩妈妈。过了，不能。哎呀，不背，不搞这个东西。给算妹。不，男的们搞的这疯子就暴疯。不要，没关系，人家说话没事，哎，加氢气丸能点更好。好，不要，送给大师嘛，我们资料送给大师的嘛。杯子呢，一直是倒扣着的。试一下嘛，这个好玩的嘛，这个。我只能不把它冻着去试这个。谁是痛？拱起来的能力啊，肯定是。来，刚拿个杯子。拿来，快上去，上去。你看这是不是酒啊？再拿个碗，没关系嘛。再拿个碗，倒。拿个碗来，倒个杯子。来，这个锅倒。来，火锅过来吧，火锅过来，快点。哎，坐下。大家还要吧？还要杯子？别倒酒，别倒他们喝酒。没事，正在那。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期刊讨论过空杯来酒的这个实验现象，那么我通过 3D 打印呢也做出了相对应的道具，我们可以看一下，制作了几个模型。首先我这边有一瓶水，然后这是一根吸管，
仔细看，我们把吸管放在里面，如果把顶端不堵住直接拿出来的话，管子里面是没有任何水的。但是呢，我们这一次把这边堵住，堵住之后呢，因为上面的这个气压通过不了这个管子，所以内部的这个水会停留在这个管子。当我们把手一松开，就可以喝到水了。空杯取水的这个原理呢，和这个类似。那它的杯子结构呢，你们看似是正常的，但是它中间是有夹层的，在两边是有一个小机关。那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杯子的底部是有一个小孔的。我做了一个缩小版的杯子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呢，我们把水加进去，因为我做的孔比较小啊，所以这个大气压有点难渗透进去，但是它慢慢的会渗透。这边有个小孔，我只要吸一下，水就会慢慢的储存在这里面。好了，这时候呢，往下倒是什么都没有的，然后我用我这个手指将这个大气压孔堵住，那水呢它会停留在中间，但是我一放，它的水就会慢慢往上，让杯子里面的水慢慢的就出来了。你看，像这样只要用力的晃动一下呢，就能够冒出水来，看到了吧。那我把这个吸管放进水里面，现在我的手在这边堵住，那整个管子里面是有水的，当我把这个手松开的时候，它就会往上，因为要平衡两边的大气压，只要松开机关，看到吗，水就直接冒出来了，然后空的杯子里面就有了水。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可以长按点赞来支持我哦。那空杯变酒呢，我觉得是使用了这个原理。那么空杯变酒和原视频对比的话有很大的差别。大师在表演的时候，杯子里面的水出现过很多次，我仔细经过推敲回看了数百遍，发现了背后惊天的秘密。那我接下来给大家剖析其背后骗局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们一开始想的这个魔术道具机关已经想偏了，那真正的是这样子的。我们一开始看到这个杯子是空的，它这样倒在桌子上，但是我们认真观察它背后，它背后只有一个杯盖子，但是镜头扫过了这个杯子，再往后看的时候，背后已经多了一个杯子。这个破绽导致露出了狐狸尾巴。其实是这样子的，这是一开始是空杯子没有问题，但是呢，当镜头切换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剪辑。那当时这个年代其实剪辑还没有深入人心，当时手机互联网还没有被普及，剪辑技术更是很少人才知道。那把这个杯子的水放满之后呢，需要用到这个薄片，我们把薄片呢盖进去，那这时候呢，它的密封性是非常好的，堵住了水的来源，看到了吗？杯子里面水是一滴都不漏出来的。那这时候呢，镜头一切扫过来回过来的时候呢，背后多了一个杯子在这边，那这时候呢换的已经有水了，但是它后面的表演已经露出了蛛丝马迹。仔细看，它在慢慢用纸巾盖住的时候，用拇指往下抠这个铝片，因为就往下抠这个铝片才能够被纸巾从这个地方拿走，你不抠的话是抠不掉，所以它的拇指这个地方是有酒的。那这时候呢，用纸巾把它带走，拿走之后呢，他的一个女助理从后面拿了一个杯子。那他第一次拿到这个杯子倒酒的时候，没有全部倒，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倒酒的方式是在杯子里面有个斜度，那这时候倒出来一点的话，杯子里面还有一点残余的这个酒。这时候呢，把倒的这个酒杯子呢给对面这个托啊，全场都是托，都是演员，而且有一个技术是假喝，假装放在嘴巴里面喝，其实一滴酒都没喝，稍微的眯了一下，然后再接过杯子给周围的人，像这样去递酒。你看这样递还很讲究，这样递的话，杯子里面还是会有一定的酒的存量。这时候呢，又假装哎来酒了，正好把刚刚没有全部倒完的这个酒呢，哎倒到这个杯子里面，全部倒出来了。然后这一个空杯子啊，旁边那个托也太明显了，直接把他空杯子抢了过去，然后假装喝酒，其实喝的都是空气。那这时候托啊直接把这个空杯子的酒抢过去了。那这时候呢，大师可以把杯子换一个手，换在这个地方，那空杯子抢过去之后呢，给旁边人假喝，再给周围的人再次进行一轮假喝，全都是在假装喝酒，实际上真正有酒的杯子在这个手里了。那这时候呢，又好像在空中抓一抓抓一抓，仔细看，杯子在这边用力往这边一拍，这个水就会溅出来，看到吗？那这时候呢，假装一拍，哎，又来酒了，这时候又倒进这个杯子里面，
倒的时候这边还留了点，那这时候呢又把这个杯子分给周围的人去喝，那这个杯子里面留了一点点酒啊，那这时候给这个男士喝完之后给女士喝的时候，原本是这个杯子换成这个杯子了，那假装喝的其实是空的，真正酒比较多的是在这个杯子里面。那这时候真正有酒的这个杯子再给男士喝一口的时候，这个男士也假喝，把这个水再吐出来，吐回去，把酒吐回原来这个杯子。那这时候呢，大师把这个杯子放在桌子上的时候，这边原本还有少量酒，这时候再抓一下抓一下，变出来这个酒，大家发现吗？他这一次变出来，那酒的量啊是非常少的。那这时候呢，这是满的酒，那满的酒给这位女士喝的时候呢，她又做了一个掉包的情况，喝这杯酒，然后把左手这个杯子再次换到她嘴巴里面，这时候呢手把这个杯子拿走，然后你会觉得喝了这杯真正有酒刚刚倒的这个酒的杯子再给旁边人喝，其实真正又有酒的杯子又换到了这个手，这时候再抓再抓，又在空中变出了酒，还是在这个杯子里面，然后这一次再这样把酒假装倒出来，那倒的时候呢杯底应该还是留了一点点，那变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又把这个杯子啊递给几个观众喝，但是呢那个男士过后倒给这个女士的时候手在这边做了一个动作，倒了一点过去，好像这个杯子里面应该是酒不多了，倒了一点过去，然后再把这个杯子轮了一圈喝完之后，最后这个杯子里面倒出最后的一杯酒，真的全场都是托在配合他表演这个空杯变酒，我相信当时这个视频应该是骗过了非常非常多的人，但是认真思考其背后不知道用意是什么。那这个就是整个空杯变酒的气功骗局，相信科学，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真相。